真不错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吧，走，小东与阿伟连线，准备对付你。他们想对付我，嫩了点，家人们。他们怎么会连麦呢？小东挑拨关系，然后阿伟，他怎么会去联络阿伟对付我呢？他为什么会去联络阿伟对付我？看一下大国，这个是中国，家人们，这个是中国，你看我的手指比我手指大很多倍，这个是中国，这个是中国，我看看，是吧？像什么这个也是中国，什么哎，这个是大果，加上这个就大，你看这个就大，这个就大，这个得有二两吧，家人们，得有二两，这个就大，家人们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所以说我还要服务他们，它上面有规格，家人们，拍了大果两个戏，谢谢好爱自己，谢谢好爱自己拍的，这个买的大果，对，两单大果。大果的话吃的会过瘾一点，就是你吃一个就基本上吃饱了。咱们吃一个吃两个就吃饱了，家人们，大果。这个人太坏，你们什么，我都不想说。你们觉得我坏，但是不影响我。来看西西讲啊，看西西讲，你快讲快讲，快介绍快介绍，你介绍。我给我自己介绍，不给你介绍。你介绍吧，我们看你介绍。阿姨们，这个是我们乐山的，我们乐山的。不，这样太亮了。乐山的。咱们可以拿去送亲戚送朋友。直播中间商赚差价，知道吗，同学们？你们在外面超市买的这个是要多少钱的啊？咱们可以拿去送亲戚送朋友。直播中间商赚五六块钱一个。你不管是拿来送朋友还是干嘛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！你们在外面超市买的这个是要多少钱呢？起码都是很多阿姨们没吃过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没五六块钱一个。你不管是拿来送朋友还是干嘛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！因为这个猕猴桃是很健康的。右下角小黄车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没吃过，你们就拍9块9的先尝尝鲜，对不对？咱们就算一个尝鲜的价格，一个我买块。对，你们很多人在超市里面就是这个价格，为什么？右下角小黄车，家人们，你想嘛，他去批发，这个是批发来之后，他超市他肯定要赚米儿啊，对不对？5块钱一个我买，对，你们很多。对，你们去外，你们那些城市比较发达的城市，超市里面的价格，小李总，你想嘛。他去批发来之后，他超市咱们这个都要赚米了的啊，对，像我们这个就不一样，你拿来对，你们去外，你们那些城市比较发达的城市干啥呀？小李总，我卖了30多单了。咱们这个都是直售的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所以说咱们就这个，你拿来在这两个不？啊。叔叔阿姨们，有没有还没拍的？有没有还没？我卖了30多单吗？还没拍的叔叔阿姨们。一种想挨着西西直播，不是他懒得讲，他让我来讲，知道吧？他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还没拍的？还有没有拍的？还没拍的猕猴桃们，
一种想挨着西西子开了加急，我跟你们讲、啊，不是他懒得讲，你们今天我来讲拍了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今天拍了的没有没有拍的都是什么？给你们看，咱们这个红心的猕猴桃，明天那个果农拍了加急，就是、果子的那个龙、啊、那个你们今天叔叔啊，拍了的是明天去那个，你们今天拍了的叔叔阿姨们都是什么？明天地里边给大家果农现摘现发，就是种果子的那个龙，那个农民那个叔叔啊，摘了很久的不新鲜的，不是那种，是明天给你们现摘现发，地里边给大家现摘现发。所以说，我们来到了他们的仓库，你们看嘛，我们今天下午的那个很久的不新鲜的，不是那种。是明天给你们现摘现发，我们是来这个农村里面助农，所以说我们来到了几斤多少米，你们看嘛。那个我们今天下午在这个农阿姨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不知道几斤的，你们点开这个商品链接，它上面有写啊，叔叔阿姨们，中国吧，9.96的，没说几斤多少米，就是你没有吃过猕猴桃的，阿姨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不知道几斤的，它的味道啊，商品链接它上面有写啊，叔叔阿姨们，12枚的，9.96的，就是。然后20个价格，就是你没有吃过猕猴桃的，的你就拍个9.96的，你先去尝尝它的味道。你们有什么不清楚的？对，它就是倒在公屏上。12枚的大果就是3斤左右，然后24枚的大又拍了一单，感谢微笑。中果就是4斤左右，叔叔们知道了吗？你们有什么不清楚、不懂的，直接打在公屏上啊！我给你卖了一单哟。我来蹭，我又拍了一单，感谢微笑。七分甜，三分酸，给我姐姐叔叔阿姨们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你是什么什么？这儿再来一次，西西说他又卖了。我们当时出来的，我们当时坐车出来的。我来蹭，我没事啊，我这知不知？咱们可以去冲一冲，咱们9.96六个猕猴桃，七分甜，三分酸，给我姐姐叔叔阿姨们。9.9给家人们做一个包装费，一个快递费，家人们。9.9是啊。体验庄家人们，这儿再来六次，咱们尝尝鲜，尝尝鲜出来的，现在果下来了，尝出来的好东西，给家人们分享分享。没事，我这儿咱们可以去为家人们买9.96品种六是体验庄，也就是一斤。如果说外地9.9给家人们做一个品种不一样，一个尝尝尝好吃，咱们再回购。9.9是家人们啊，是周边的体验庄家人们，体验庄咱们尝尝，咱们尝尝鲜，尝鲜，或者说现在果下来大果。好东西给家人们分享分享，一个是十五，如果说是湖南本地的，为家人们服务，有听过这个品种的，可以去冲一单。如果说外地啊，你们吃的米，这个猕猴桃和这个品种不一样，咱们可以拍来送，咱们来回购，可以拍来送，家人们。是周边的好东西，就是被获得大家认可。你看现在有好多家人们都已经拍了，咱们拍了的，咱们打个一拍。目前咱们领先啊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领先了，咱们现在我们现在啊60单了。我60单，他们30.8米，PK，咱们可以拍来送人家，家人们可以拍来送人。咱们的大果，每一个大果，好东西就是能下单就能发货。家人们都已经拍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咱们拍了的，咱们打个一拍。目前咱们领先啊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领先了。咱们现在，我们现在，60单。目前我领先，我60单，他们丫头也开始卖了。一组说要给我 PK 的吗？PK，咱们一单大概5斤。100单就是500斤，1000单能下单就能发货，1000斤。我们派点大果来回来，一个果子2两。大果的话，你们要找个密封袋，你们找个密封袋。目前我领先，里面放个苹果。丫头也开始卖了。咱们一单大概5斤，100单就是500斤，1000单5000斤。我们派点大果来，你们要催熟，家人们催熟的话就3天。你们要找个密封袋，你们找个密封袋，要催熟就3天。里面放个苹果，家人们。24枚的大果是5斤，然后是38.8，家人们那个可以有。哇，500多人了。比如说什么大的小的都可以。你们要催熟，家人们催熟的话就3天。所以说是大概可能都可以的，行不行？催熟就3天，家人们。哇，39单，放苹果熟快一些。对，咱们有经验的家人们都知道，放500多人了、啊，熟的快一些。这个猕猴桃可以好好吃，你再帮我写一个那个。哇，39单中过，放苹果熟快一些。对，咱们有经验的家人们分享水果，放9.96个熟的快一些。
体验装，这个说能会不会是假的？好好吃，你再帮我写一个那个。右下角小黄车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我派了一单中国假的，你们说给家人们分享水果，9.9六个体验装，你们说能会不会是假的，家人们？右下角小黄车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我刚点错了，家人们。哎，小华佗，怎么回事？点错了，点错了，家人们，我点错了，点错了。我也拍了一单中国，对，能，咱们追求性价比可以拍中国。如果说你要追求口感，对，9.9我包邮。我刚点错了，家人们，找找纸箱子，我给你看看纸箱子，那纸箱子都得2块钱。小华佗，有些粉丝喜欢回事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家人们，我点错了，点错了。我也拍了一单中国，箱子，对，能，咱们追求性价比可以拍中国。如果说你要追求口感，大中都拍了，对，9.9我包邮，感谢家人们。找找纸箱子，我给你看看纸箱子，那纸箱子都得2块钱。我要散步，得不得坏？不坏，喜欢不会的。我们给家人们的是那个我找找这个，我先找一点东西。来，家人们，大中都拍了9.9体验装。感谢家人们。泡那这个泡沫箱都得1块钱，家人们，就这泡沫箱都得1块钱。我要散步。就这个泡沫箱都得1块，对不对？得不得坏？不坏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们给家人们的是那个、还有这个纸箱，还有这个纸箱，家人们，这个是不，这个纸箱都得2-3块钱。我先找一点东西。你们说9.9体验装，我能不能正饼？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，9.9这样的纸箱，9.9有六个，这个泡沫箱，家人们都得1块钱，六个大概一斤左右，就这泡沫箱都得1块钱，就这个泡沫箱买的香水，对不对？好的好的，然后还有这个纸箱，家人们，还有这个纸箱，对，成本很高，物流费得3块多，还有这个纸箱，物流费3块多，这个是这个泡沫箱都得2-3块钱，这个泡沫箱。这个纸箱箱都得，你说9.9体验装，我能不能正饼？你非要来挨着我，家人们，哎呀，我就在这里嘛，我就在这里。用这样的9.9是体验装，六个，咱们第一次拍的，家人们，六个大概一斤左右，家人们。没有吃过猕猴桃的家人们，买的香水。没有吃过猕猴桃的家人们，好的好的，尝试一下。好的，豪华。如果说已经对拍过的成本很高，吃过的物流费得3块多，你们可以直接去拍中国，物流费3块多，这个泡沫箱。这个泡沫箱，这个纸箱箱都得在这儿，在这儿玩啊！你非要来9.9一单要亏，今天拍，明天发，明天发，家人们，明天发。9.9是现摘现发，他没有打什么第一次拍的家那种，可以去打什么保鲜什么的，就从树上到你们手里面桃的家人们，从树上没有吃过猕猴桃的家人们，你们三天时间就能到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而且全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箱，已经拍过的、吃过的，这样一个包装箱去拍中国，这样一个包装箱。给家人们现场好的好玩好，我们拍了，感谢朱姐，我们五六个人在这儿，咱们这样一个包装箱拍的，咱们第一次拍的，家人们，你们要拍体验，今天拍什么？明天发，明天发，家人们，就这个新的包装箱，现摘现发，它没有打什么保鲜呀那种，对，没有什么保鲜啊之类的，就从树上到家里面，就从树上到家人们手里面，我们三天时间就能到，收都是6块钱一斤，而且全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箱，果园里面跟那个农户谈，这样一个包装箱，家人们。这样一个包装箱，给家人们包装好的，好，拍了，感谢朱姐。咱们这样一个包装箱，如果第一次拍的家人们，第一次拍的家人们可以去拍9.9，体验一下。追求性价比的话，家人们追求性价比，你们可以去拍，24枚的新的包装箱，你们拿去送礼也有面儿。24枚的，对，没有什么保鲜啊之类的，乱七八糟的没有，就从果，对。
现在很贵，我们去果农里面去收都是6块钱一斤。咱们去什么刀？果园里面跟那个农户谈6块钱一斤，全部我拍的中果。中果是性价比比较高的，中果性价比。如果第一次拍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去拍。第一次拍的家人们可以拍9.9，体验一下。你们说这样包装好不好？追求性价比的话，家人们追求性价比，你们这样的包装好不好？家人们，24枚的，所以说你们也不担心损坏。损坏了以后，24枚的那个中果，咱们比如说你坏了一个，家人们，咱们就按一个给你退米。坏了两个，咱们按两个给家人们退米。不是那个，咱拿那个什么刀？另外中果你拍的是24枚的，还是中果是性价比比较高的？15枚的，家人们，中果性价比高，24枚和15枚的，15枚的大概就是一半左右。这样包装的，然后24枚的大概是有这样的包装好不好？家人们，4斤左右，家人们。市场还没上市，所以说你们也不担心损坏。猕猴桃，咱们损坏了以后，咱们不用退货。咱们比如说你坏了一个，咱们就按一个给你退米。坏了两个，咱们按两个给家人们退米。每一个都是这样给家人们装好的。中国你拍的是，如果说是拍15枚的、24枚的，还是卖货，还是那个15枚的，家人们啊，中国有。24枚和15枚的，肯定要讲信用。15枚的大概就是2.5斤左右，没有信用的人。然后24枚的大概是有4斤左右，家人们，市场还没上市。红心猕猴桃，咱们现在拍的家人们打个底拍，现摘现发。天，但是我们可以把两户的猕猴桃给销售完，每一个都是这样给家人们装好的。支持家人们，家人们如果说是拍15枚的，卖货一定要守信用，放心。熟的吗？啊，咱那个袋子里拿个熟的，放心，肯定要讲信用。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拍没有信用拍一单猕猴桃，其实你们会改变果农的现状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们是果农的搬运工，拍的家人们打个一点没事，咱们可以把果农的猕猴桃分享给家人们。其实这样累一天没有中间商，可以把两户的拍的猕猴桃给销售完。24枚中果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24枚中果大概啊，家人们4斤左右，你们大概4斤左右。熟的吗？咱那个袋子里拿个熟的。家人们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拍一单猕猴桃，其实你们会改变果农的现状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你们我们是24枚果农的搬运工，9块钱6个，我们辛苦一点没事，咱们可以把体验装的猕猴桃分享给家人们。他需要这个包装，没有中间商，不建议家人们拍9块9的，9块9的24枚大果的一箱，24枚中果大概24枚的大概5斤左右，大概4斤左右，大果5斤左右，24枚，12枚的大概是2.5斤。我感觉还是一种自己卖货比较好，没事儿，要把机会多留给团队。你们24枚的，好的，朱姐，因为9块钱6个，你们可以拿去送礼，家人们，你们拿去送礼都很方便。比如说谁帮过你们的，还是小果，因为咱们可以验装，因为它的包装，它需要这个包装，性价比。所以说我不建议家人们拍9块9的性价比特别高，大果的性价比特别高。你们吃的时候，你们就用刀从中间切开的一箱，家人们，你们直接用刀把中间切开，大概5斤左右。你们的果子太贵了，大果觉得贵，你可以拍5斤左右，好吧？24枚，你们可以去拍中果，12枚的大概是2.5斤大果。我感觉还是一种自己卖货比较好，没事儿，要把机会多留给团队。好的，朱姐，你们可以拿去送礼，家人们，你们拿去送礼都很方便。比如说谁帮过你们的，咱们可以送份礼，送礼，性价比特别高，家人们，性价比特别高。性价比特别高，你们吃的时候，你们就用刀从中间切开，家人们，你们直接用刀把中间切开。你们的果子太贵了，
觉得贵你可以拍中国，好吧，你们可以去拍中国，不要去拍大国。